自由。梦想。十六位杰出表现者，十六个梦想，一个共同的目标，前我被集团表扬为第一届的 Rolex 得主，两年后的今天我又被公司表扬为汽车得主，这一切都要感谢帝国。在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帝国的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 因为今天没有他就不有帝国。多爱，谢谢你。 Robert Wayne， 我能得到这辆车我想感谢很多人，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帝国联盟的创办人给 Mr. James Pang。第二个就要感谢的就是我的下线们默默支持我。第三个当然感谢就是我的上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好兄弟 Mr. Jackson。最后要感谢就是给我的女朋友 Cindy。Lee Y-King Ron，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老大谢谢你。搜关相，今天我能够驾这辆豪华汽车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 所以我相信你们各位也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吧。 Andrew Wu， Nothing is impossible. Look at us. We have achieved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we can never achieve. Just remember, nothing is impossible. It's really up to you. Jason Low， 为什么我能在我退伍后短短的两个月打这辆车呢？首先要感谢两位恩人，第一位就是带我进来的 Mr. Esmond， 第二位就是我们帝国创办人 Mr. James Pang， 谢谢你们。 Loy May K， 大家好，首先我要感激的是 Mr. Jackie 对于我的栽培，还有最重要的是国际总裁还有我的团队 JI 的支持。最后我还是那句话，传销女子不是弱者，谢谢。 Ho Ming Jie，I'd like to first thank ou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Mr. James Pang, Mr. Jackie, Mr. Desmond, and all my loved ones who have helped me join my journey to where I am today. And for those who are still striving, see you at the top. Thank you. Rick, Tang Chuan Chun. 我一直以来都想拥有一辆我梦想的 BMW 轿车，而感谢帝国让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这辆 BMW 轿车，而感谢你总裁创造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所以我们新加坡答应你，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突破1亿。招会，为什么能在这么年轻的年龄得到这辆豪华汽车呢？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第二我的下线，第三我的老大们 Mr. Jackie 跟 Mr. Desmond， 最后我的国际总裁，谢谢你们。丹渊界，总裁 This achievement is done all in your glo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rest watching this, remember us, remember our faces. If we can do it, so can you. Thank youBenny Lee， 如果没有阳光大地，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且不会有机会在23岁拥有这辆汽车。所以我想感谢我们的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 还有那些跟我一起奋斗的朋友，谢谢。Alex Liao， 我从来都不曾想过拥有一辆轿车，而今天我的第一辆车就是这辆 BMW， 这都因为我跟对了人，就是我们的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而阳光大地的兄弟姐妹们，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徐家苑，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切。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生命指导老师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 我相信我能做得到的，在他领导之下你一定做得到。 Desmond Dio， 很多人觉得在20多岁就拥有自己的 BM5 Series 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这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是能够跟在我们国际总裁 Mr. James Pang 的身边，
感谢你老大。 Madam Sally Chang Go Kiam Hai 总裁，感谢你多年的支持与照顾，今天我已经做到了，谢谢你总裁。每一个成功的事实背后都有一位不畏艰难敢于挑战的人。